颜色呀？红色。那这个是什么？烟花。国庆日是几月几日呀？八月九日。看，这是什么？是什么结构的字形呀？左右前后。再看，这是什么？梳子。这个是鞋子。天桥。那天是什么结构的字？整体结构。这是八。是什么颜色的呀？黄色。好，看最后一个，这是什么？